喂，我老婆今晚不在，你过来吧。哎，老婆，你今天就走啊？啊，今天就走，没有办法，公司安排的。老婆，我会想你的。我也会想你的。你乖乖在家等我回来，我一定会给你带个礼物的。礼物？嗯，这一次一定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。哎，对了，我给你买了一个礼物，那喜欢吗？相信我的眼光，很幸福。跟我在一块开心吗？开心。你爱我吗？爱。有多爱？很爱。西西，到哪儿了？说话呀！喂，西西。
是你啊，你没走啊？明天是我们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，你忘了吧？没有，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我怎么会忘呢？给礼物，是一个惊喜。这个盒子是我亲手为你挑选的。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今天不能看，明天才能看。好，听我老婆的，我明天再看。去哪儿啊？你带我去哪儿啊？哇，这都是你做的？这两天工作太累了。是不是昨晚着凉了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感觉喉咙里有东西，但是抠不出来。要不我给你找点药吧？不用了，以后就好。我先走了。喝点水。
没事的，有我在你身边陪着你呢。 Thank you.
老婆今晚不在，过来吧。唐秋，咱们结婚之后，你妹妹还跟咱们住在一起吗？反正现在房子已经是我们的了。文雅，你是最漂亮、最懂事、最善良的人了，是不是？我让你把这个拿掉，你怎么还戴着呀？这个佛像是我小时候我爸就送给我的了。死人的东西你还戴？廖学斌，男，27岁，摩羯座，原高二班班主任。但是，我廖学斌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马上定乾坤，不当老师呢，简直是赤裸裸的资源浪费。我呢，代表校方通知你，你被解雇了。您看能不能通融通融啊？保安室还缺一个保安，要不你考虑考虑？不考虑，立刻入职。